面对刘晓庆的不老容颜，此前有很多网友对刘晓庆是否整容存疑。面对记者，刘晓庆强调，我从来没有对自己身上任何一个地方动过刀子，我想要澄清的是，我从来没有整过容。在他看来，每个人都有爱美的权利，身体是自己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整容。但是我想要再次重申的是，我尊重整容，并不代表我自己也整容。我的眼睛、鼻子、下巴什么的都是爹妈给的，从来没有动过刀子。虽然已经60岁高龄，刘晓庆依然对自己的容貌非常有自信，五官长相都是靠底子的。我相信陈佩斯怎么整也整不成我这样吧。在刘晓庆看来，想要永葆青春，最重要的还是多加注意饮食、睡眠，尤其是要多运动。美美娱乐资讯为您整理报道。